That's funny.谁跟他聊天就高兴。谁今天更是不行，以后不能叫他在屋睡觉。什么不能了？我告诉你，在这屋子，我这起来没有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没知道。你要给你挠地，你就领他半小时小孩子回来才睡觉。对啊，给你挠地，他有不是有时间？没有啊，这些喊着完了，谁没拉你尿？那是你让他憋着呢，没办法。我半夜起来，我领他出来拉尿。我喊再没还尿完。